今日见到乡村斑马给咱的同胞了，养成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事的。过得我看着我们不过去几几次到处去寻机了，不晓小时候送给他斑马似的，我这种个人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什么业务这边的。之前我不就老做老做了，就做新机了，现在上海把技术上百分之八当做当的忙，我都做这种个人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什么业务这边当之前我不就老做了。苏州地主新机了，现在上海把技术上百分之八当做当的忙，我都做了这种个人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什么业务这边当之前我不就老做了。苏州地主新机了。现在上海把技术上百分之八当做当的忙，我都做了马红把这个人帮忙手动，马红把这个人帮忙手动，马红把这个人帮忙手动，马红把这个人帮忙手动。我马红把这个人帮忙手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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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红把这个人帮忙手动。我马红把这个人帮忙手动，我接拉的江苏话在边的，他说刚才那边在江苏那当我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感情别人咋的说，穷的连公婆家伙那样拉乡咋了。东哥路住着你真正你的难道老师请你东哥就算是些人你记得个老王在那个大致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大致养老直接等送住的接着你摸你努力接着住等着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今年正在拉着呢等你到场撒平的从远等你走街这头是找知道是你眼睛道路门虽然讲不到样的的的最多的基金觉得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的是你可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见不走的你没想送你妈妈见不了家把个人当安全度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在路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成佛今天停法，然后静静的修心，成佛以后去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就听今天这个课今天的这个课里面呢，我们准备讲一个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修法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修法是非常的重要那个无家心当中呢也有一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修法也就是上师瑜伽无家心当中的上师瑜伽其实也是一种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修法但是呢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修法跟这个无家心里面的莲花生大师的修法有一点点这个不一样那在密法里面呢这个上师本尊还有这个空心这三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非常的重要，这三个叫做善根本善根本我们宪宗和密宗的这个共同的观点当中观念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三宝三宝就是佛法僧然后呢密法里面呢就特别的这个强调善根本特别的强调善根本那善根本当中的上师是什么呢一般都是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就是上师那尼玛巴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服藏品呢服藏的这个修法当中上师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然后本尊呢就像有些这个本尊是像观世音菩萨或者是这个分卢金刚的这个本尊呢像普巴金刚等等有很多这个本尊的修法这个是三根本当中的第二就是本尊
然后第三就是空心啊，空心就是空心木，嗯，空心木呢，在这个秘法里面，像这个左敏佛母啊，还有这个独母啊等等啊，这些女性的这个本尊啊，叫做这个空心，叫做空心，嗯，那。啊，我们要证悟啊，证悟或者是要成佛啊，或者是要这个要得到这个圣义地的加持的话，那这个就是要靠上师的这个加持啊，圣义地的成就啊，我们要获得圣义地的成就的话，这个就是要靠这个上师的啊加持，嗯，然后哇，我们比如说这个。发展事业啊，发展事业当然不是世俗的这个事业啊，就弘法利生的啊这个事业啊，啊四种事业啊，要成就这个四种事业的话啊，本尊的修法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本尊的修法很重要，嗯，然后在我们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修这个四种事业。啊，或者是这个修这个圣义地的成就，也就是成佛啊，或者证悟都是一个意思。那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啊，前出未愿啊，前出未愿啊，那这个是啊，这个空心的修法，空心母的修法是非常重要的。嗯，所以这个善根本啊，都有啊，这个不同的啊，这个功。啊，功德啊，不同的加持，不同的功德，嗯，其中啊，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上师的修法，啊，上师的修法。那莲花生大师啊，不仅是尼玛巴的这个尼玛巴的这个上师啊，尼玛巴的所有的这些服装啊，都服装的这个修法，都把这个莲花生大师。作为这个上师来修，比如说我们啊修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呢，那我们观想的是莲花生大师，嗯，然后呢我们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啊，比如说有十个根本上师或者是100个根本上师也好，这些根本上师呢啊就是就以莲花生大师来代表，或者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本质。啊，就是这些根本上师，也就是说，莲花生大师啊，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修法当中啊，就包含啊所有的这个上师的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啊，那这样子来修，尼玛巴都是这样子，嗯，不仅是尼玛巴啊，莲花生大师呢，如果没有莲花生大师的话，这个根本就不会有藏传佛教，嗯。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历史上啊，都大家可以去看啊。没有莲花生大师的话，当时实在是根本没有办法弘扬这个啊密法啊，根本没有办法弘扬这个藏传佛教。这样子以后呢，啊，就他们啊就特意的啊邀请这个莲花生大师啊，然后呢，莲花生大师啊进藏以后啊，所有的这些违愿啊遣除了以后呢。然后才这个弘扬了这个藏传佛教啊，这样子。然后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除了尼玛巴以外啊，这个包括这个这个格鲁巴啊等其他的这个教派的这些高僧大德啊，绝大多数都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啊。比如说阿底峡尊者啊，阿底峡尊者，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阿底峡尊者。嗯，阿底峡尊者在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侯弘期的时候呢，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啊，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阿底峡尊者的话，那么在这个藏传佛教出现灭佛了以后呢，然后再弘扬起来的时候，这个。没有阿底峡尊者的话，那就是非常非常的难。嗯，那阿底峡尊者也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啊，在莲花生大师的化身，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传记啊当中也有，嗯，瓜当派的这个法里面
也提到过这个。然后莲花生大师的很多的服章啊，服章法里面呢也讲过这个阿底夏尊者也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啊，也就是说莲花生大师的这个语言啊，服章的语言当中，莲花生大师说将来啊回这个他以阿底夏尊者啊这样子的这个身份啊，这个化现出这样子的心事来啊弘扬佛法啊，阿底夏尊者也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然后呢，宗喀巴大师也是莲花生大师的，也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啊。这个不仅仅是尼玛巴这么讲啊，格鲁巴当中的这个非常多的很多的高僧大德，他们啊，他们也都承认。当然我们不知道谁是谁的化身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呢，他们啊，就是过去的这些真正的这些高僧大德啊，修行非常非常好的成就者啊，无论是尼玛巴当中的也好，格鲁巴当中的也好，他们说啊，说这个宗喀巴大师也是啊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化身，就像班禅大师的这个第四世啊，第四世班禅大师的这个著作当中就提到过这个莲花生大啊，这个宗喀巴大师和啊阿底夏尊者都是莲花生大师的啊这个化身。然后呢，这个觉囊派的啊，觉囊派的就达拉纳塔啊，也是觉囊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上师，也是他自己的自传里面都讲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莲花生大师啊。然后噶举派里面呢，这个噶尔玛巴啊，噶尔玛巴的这个这个早期啊，有一个著作当中。第二三世的伽玛巴啊，第三世还是第二世，一个伽玛巴的自传当中，专辑当中也讲过，也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化身，莲花生大师化身。然后呢，萨迦派的这个像萨迦班痴达啊，也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啊，这个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语言当中呢也有。啊，也有记载，后来的这个服章里面都有这个记载。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都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化身。那所以莲花生大师呢，不仅是尼玛巴的啊，所有教派当中都认为啊，莲花生大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上师。然后而且啊，就是末法时代的，就是末法时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这个时代当中呢，因为我们的人心啊，就因为没有很多人都没有信仰啊，然后又非常的自私自利啊，有各种各样的邪见呢啊，这样子这个心理危机啊，非常的这个严重啊，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自然灾害啊，也就非常的频繁啊，这种时候呢，这样子的时候呢啊。就祈祷莲花生大师啊，这个加持就是超过所有这个其他的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啊。当然啊，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所有这个大乘、小乘、显宗、密宗的导师啊，没有一个是超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是肯定的啊。但是呢，莲花生大师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这个也是有记载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认为释迦牟尼佛呢是另外一个人啊，莲花生大师呢又完全是又是另外一个人，不能这样子认为。莲花生大师也是这个佛的化身，也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化身。那么释迦牟尼佛以佛陀的身份啊度化众生，然后弘扬密法的时候呢，也就是以莲花生大师的这个身份啊，这样子的化身来度化众生啊，这些都是根据什么呢？不是根据我们的推理，我们没有办法推理啊，也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感觉，这个我们感觉不到这些非常隐蔽的东西，这个我们前几天讲的啊，谁是谁的化身啊，这个是我们的五种感官
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啊，然后我们的推理也推理不出来这个结果啊，这个时候呢，这叫做非常隐蔽的啊东西。那这些是怎么样说呢？这些我们就要看啊，这个过去的这些像莲花生大师的他自己的这个语言啊，还有就是后来的这些真正的这些修行人啊，成就者高僧大德，就是神通无碍、神通广大的啊，这些人啊，那就是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啊。这些问题上面呢，我们只有相信他们，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我们完全相信啊，这些人的人品啊，这些人的修正啊来说啊，这些人的这个修心、这些人的人品来说，这些人是绝不可能啊这样子这个撒谎啊、欺骗啊众生的，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些非常隐蔽的东西，那就只有相信佛菩萨的这个语言啊是没有错的啊，是正确的宣责啊。所以我刚才说的，像宗喀巴大师呀、萨迦班智达呀、啊达拉那他啊等等这些上师啊，这些上师还有噶尔玛巴啊，这些上师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啊，这个不是我说的，我肯定不知道谁是谁的化身，这个不是我说的啊。然后呢，这个也不是一个普通人说的，除了我以外，另外一个普通人他也不知道，这个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不知道，这个是所有普通人都不知道谁是谁的化身。那这个谁知道呢？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逻辑我们也没办法知道，我们的逻辑还是最后还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感官的基础上啊，感官根本没有办法看见的接触到的东西，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东西，推理推也推不出来的啊，我们的理论啊逻辑也推理不出来的。在这个叫做我们前几天讲过啊，佛教里面讲一个贤良啊、隐蔽、非常隐蔽这三个当中的这一类的东西，叫做隐蔽、非常隐蔽的啊，非常的隐蔽。这个就是很这个啊隐蔽的东西，我们一般人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呢啊，我们要不就是佛啊，要不就是像虽然不是释迦牟尼佛，但是呢，跟释迦牟尼佛差不多的啊。那这样子的圣人用他们的语言来做这个我们的这个根据，这是没有错的。所以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高僧大德所有不能说是所有的这最重要的这些都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啊。然后莲花生大师的佛经当中叫不仅是这个不仅是藏区啊，然后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传记，你要这个教研当中将他以各种各样的这个化仙啊，在藏区啊，在这个汉地，还有全球都有，或者是比如说出生当中都有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化身也有佛的化身以这样子的这个形式，这样子的身份这样子的相貌来度化众生然后这个我们刚刚讲过没有一个佛或者没有一个菩萨是超过释迦牟尼佛的但是呢这个每个佛菩萨的这个原理不一样或者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但是呢度化他化现出来的这种化身的这个作用不一样，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和这个金刚萨埵实际上是一个佛还是两个佛呢在我们的众生的这个心目当中是两个人两个佛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是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先贤呢，如来藏就只有一个如来藏那么这个如来藏当中显现出来的都是一体的没有两个都是一体。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平时忏悔的时候呢还是这个金刚萨埵的
这个加持是非常非常大啊。那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没有加持？当然不是了。但是金刚萨埵也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化现啊。释迦牟尼佛为了啊，就是度化这些罪业深重的人啊，然后又化现出金刚萨埵啊。但是我们认为释迦牟尼佛是一个佛，金刚萨埵又是另外一个佛啊，其实是不是这样子的？嗯，然后啊。要增长智慧啊，要增长智慧的时候呢啊，我们认为那一个佛是最好呢？我们认为文殊菩萨好啊，文殊菩萨是诸佛菩萨的这个智慧的先贤。嗯，然后啊，那一尊佛是最有慈悲呢啊，我们立即就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是大大慈大悲啊，那是不是莲花啊？这个释迦牟尼佛，那是不是不是没有大慈大悲呢？那当然不是啊。那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大慈大悲慈悲心，是不是超过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也不是啊。那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啊，观世音菩萨也好啊，文殊菩萨也好啊，都是他们不可能啊超过。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境界啊，这是没有办法超越的，已经是最高境界，没有办法再超越。可以说他们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是一样的，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不能说超过了，这超过是没有办法的啊。如果说超越的话，那我们已经承认了释迦牟尼佛的境界也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嗯，否则就是不能超过的。那这些都是什么意思？没有超过的话，为什么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所有的东西都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不去完成呢？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这个佛菩萨啊呢？嗯，那实际上刚才讲的这个都是一体的，嗯，但是呢，佛啊就是为了度化这些众生啊，然后呢就是忏悔罪过的时候呢，化现这个金刚萨埵啊，增长智慧的时候呢。然后就显现出这个文殊菩萨啊，需要大慈大悲的时候呢，然后就是显现出这个观世音菩萨啊。那这些观世音菩萨，然后这个大圆啊圆力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大圆地藏王菩萨。嗯，但是实际上这些都是什么呢？这个在密宗的坛城当中啊，密宗的坛城当中有一百尊。这个佛啊，这个一百尊佛当中呢，有分路和寂静啊，寂静的这个佛有42尊啊，这个42尊寂静的佛。那这个42尊寂静的佛当中，就包含了金刚萨埵呀，然后释迦牟尼佛呀，然后就是这个地藏王啊，八大菩萨，地藏王、观世音啊，这都在这个当中啊，都是在这个42尊佛菩萨当中，嗯，啊，但是呢，这个四十二中这个佛菩萨，这些是他怎么来的呢？啊，就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一个人的然后这个衣食，然后就是这个阿赖耶识，我们昨天讲的阿赖耶识啊。还有就是这个我执，还有眼耳鼻舌身啊，那这么多的这个啊，就这么多的这个衣食，或者这么多的这个今生啊，然后最后清净的时候呢，我们不清净的时候有眼识、耳识、鼻识啊，那清净的时候这些都是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释迦牟尼，这个变成了文殊菩萨呀、观世音菩萨呀、地藏王菩萨呀，就是这样子。不清净的时候。在我们作为众生的时候啊，凡夫众生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这个叫做眼耳眼识耳识鼻识啊，眼识就是识觉啊，用来看东西的啊，耳识就是听觉，用来听声音的，但是这个是不清净的时候，当我们是众生的时候是这样子啊。那成佛了以后呢，这个眼耳鼻舌身它变成什么呢？就是变成这个菩萨啊，变成菩萨。那现在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是不是
不同的众生，我们比如说眼识啊，它是一个众生啊，识觉它是一个众生啊，一个人啊，然后呢啊，这个听觉也是一个众生啊，触觉也是一个众生，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然不是了，这都是一个人的啊感觉，一个人的感觉，那这些都是这个清净的时候呢，那这个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也不是不是这个个别的一些这个佛菩萨，他都是一个人的这个啊清净的时候的一个人的这个仪式清净了以后就变成这样子的，这个叫佛的坛城。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的话，这个佛菩萨虽然是有很多的显现啊，但是实际上啊都是一体的啊。实际上都是一体，所以这个功德上面呢是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这个差别。但是呢啊，就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分工也有一个分工啊，也有个让文殊菩萨去做这个智慧方面的工作啊。然后呢，像观世音菩萨呢，给他安排这个啊大慈大悲这方面的工作啊，地藏王呢就是原理方面的工作。那么莲花生大师是什么工作呢？莲花生大师就是这个末法时代啊，末法时代这个修行的前出修行的障碍啊，末法时代的内在的障碍、外在的障碍。我们现在修行呢，有很多很多修这个障碍啊。我们很多人都在平时说，比如说有些人呢，就到了佛菩萨的面前啊，或者是看到佛菩萨的时候呢，就是生起一些不好的念头啊。根本就这个时候呢，根本是不是自愿的啊，不像有自己不像有这样子的念头啊，不像有这样子，而且很害怕这个念头，但是呢这个念头就是要出来的啊，这一类的东西啊，这些叫做障碍啊，这个就是障碍。因为我们这个比如说有100个人啊，那100个人当中呢，修行人呢只有5个人啊，然后95个人都是不修行的人的时候呢，那么95个人都是邪见的人啊，就是邪恶的见解，持邪恶的见解的人的话，那么这五个人就是一定会受到这个95个人的这个不好的影响啊，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们虽然是这个往好的方面在走，在努力，但是呢啊。有些时候就是这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个时候就会冒出这样子的念头啊，对佛的不恭敬的念头啊，对菩萨的不恭敬的念头啊，都会有的啊。那这些叫做什么？这叫做内在的啊障碍，这也是障碍啊，这个就是障碍。让外在的障碍，那就是我们修行上的各种各样的障碍，包括这个自然的灾害啊等等，都叫做这个障碍啊。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平时就是遇到一些啊鬼神的啊鬼神的力量啊鬼神的力量啊鬼神啊，我们佛教怎么看这个鬼神存不存在呢啊？那传统啊，乡下的人这个传统的这个理念是什么样？比如说人死了以后呢，啊，变成鬼啊，啊等等啊，那这些是不一定的。人死了就不会变成鬼的，人死了还是要去这个投胎的，啊，这些是这个传统上的一些迷信啊，啊那。但是呢鬼神存不存在呢，也是存在啊，不是说人死了以后全部都变成鬼，但是鬼就是属于这个恶鬼道的一个生命，也是一种生命而已，一种生命。那是不是鬼来害我们呢啊，这个为什么要鬼来害人呢？因为鬼啊，恶鬼道的众生是他们是在这个之前他是人啊，他之前是也许是人，也许是动物，这个时候呢他就做了很多的这个不好的啊这个业，造了很多业，就伤害人啊等等啊，这样子以后呢，他当他做鬼的时候，当他做这个鬼神的时候呢，他身体上有很大的痛苦，然后呢精神上也很恐慌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希望把自己身上的这个痛苦啊，痛苦就是
就专一到别人的身上啊，然后他就靠近人的时候呢，人啊就会受到这个影响啊。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如果根本不相信归神的人根本不相信的话，那这个很难受到他们的影响啊。相信了以后我们会害怕的啊，这害怕了以后呢，因为这两个他本身想把这个他的痛苦要想转移到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因缘，我就害怕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因缘都具备的时候呢，人啊就会生病呢、啊。这些情况是啊这样子发生的，嗯，啊在这些这个归身的啊归身的这个障碍啊，归神也障碍这个修行人啊修行，对这个修行人的障碍也是非常大的，嗯。在这些所有的外在的障碍、内在的障碍、精神上的障碍啊、生活上的障碍，包括我们的比如说生活家庭的障碍啊，还有就是这个发财工作做高官等等的障碍啊，所有的障碍啊都是要前除这些障碍，要解决这些障碍的话，最好是啊莲花生大师，祈祷莲花生大师，嗯。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啊，并不是说莲花生大师超越了释迦牟尼佛，并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没有办法超越的啊。那是什么意思呢？释迦牟尼佛就是为了度化末法时代的啊比较很可怜的这些啊修行人啊，度化他们的这些修行人啊，让他们顺利的啊这个走到这个解脱的道路上去修行啊，就是为了这个。然后呢就化现出莲花生大师，化现出莲花生大师，然后莲花生大师来做这个工作啊，是这样子。这跟我刚刚讲的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能力啊不是超过释迦牟尼佛，不会的，不可能超过的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忏悔罪过的时候呢，不念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为什么要去念金刚萨埵的这个拜字名呢？啊，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意思，佛就是为了啊度化这些罪业深重的人啊，然后就是显现出这个金刚萨埵啊，实际上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不同的这个力量啊，不同的力量啊，就是一个不同心识的啊一个菩萨啊，或者是一尊佛去完成啊，但是这些都是表面上，实际上都是释迦牟尼佛。其实释迦牟尼佛也是我们昨天讲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质啊，心的本质。我们的心的本质啊，有本来就是是清净的啊。那这个清净的这个如来藏啊，本在清净的如来藏当中啊，就投影啊，透射出各种各样的佛啊，那透视出来的这些佛啊，都是属于什么呢？都是属于这个如来藏啊，属于如来藏啊。就像我们看电影，这个电影荧幕上的这个形象呢，人的这种形象啊，是属于什么呢？这个不属于外面的东西，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电影的胶片上的这个啊人的这个图案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啊，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做众生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心的啊这个幻化，心的投影啊，心的投影啊，不清净的时候呢，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心的投影啊。投影怎么样理解投影呢？啊，然后进一步的去了解啊，这个不是唯心主义啊，这个我们经常讲过很多次了。佛教根本不是唯心主义，佛教也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都不是啊。但是呢啊，佛法就是说啊，这个世界啊是什么呢？世界就是心的投影，内心的一种投影啊。投影怎么样去理解呢？啊，实际上说简单一点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啊就是心的幻觉啊，心的幻觉。简单的说，这是心的幻象啊。是一种新的幻象，嗯，我们的内心的幻象啊。那清净的时候，我们成佛的时候呢，佛的坦诚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佛啊，菩萨、分炉金刚啊，寂静的这个佛，那这个时候呢，都是
清净的这个心的现象啊。清净的心是什么呢？昨天我们讲过啊，净心和燃心啊，清净的心那就是这个如来藏啊，就是如来藏，我们的心的本心光明。那这些佛都是这个心的本心啊，这个清净的心的啊，这个现象啊，所以它没有一个高低的差别，没有一个境界的高低的差别。但是呢，就为了完成某一个事情，然后呢，佛菩萨就化身出一个这样子一个这个菩萨啊，或者是佛来完成这个工作，实际上都是一体的啊。那我们刚刚讲的末法时代，众生的这些内外的这些牵触这些障碍的话，那这个是莲花圣大师，所以我们要祈祷莲花圣大师，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外在的障碍、自然灾害啊，然后呢，除了自然灾害以外啊，那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开心的事情、不愉快的这个各事情啊等等。然后呢，还有内在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还有就是自己的身体上的啊这个。就各种各样的病痛啊等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内外密的障碍，那就是修心上的、精神上的各种的障碍啊。那这些障碍都是最好就是这个祈祷莲花圣大师啊，祈祷莲花圣大师的话，那就是这个比任何一个佛和菩萨的这个力量啊都。力量都超过任何一个佛菩萨的力量，所以在末法时代修莲花圣大师和祈祷莲花圣大师，这个非常重要啊。平时我们遇到一些比如说工作上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也就是修一修莲花圣大师的法，然后念七句祈祷文啊，七句金刚祈祷文，或者是念莲花圣大师的心咒啊，这样子的话这个有非常大的帮助啊。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精神上的，有些时候的这些莫名其妙的这些邪恶的念头啊，也就是出来的时候呢，那就祈祷莲花圣大师啊。平时这个走路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坐车的时候，多年莲花圣大师的这个心咒啊，或者是我们每年定期的每年就自己发心。念多少多少这个万遍莲花圣大师的这个心咒啊，或者是这个每年念这个十万遍这个七句金刚祈祷文啊等等啊，那这样子的话，一念的这个这一念当中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障碍都可以迁除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末法时代对莲花圣大师的这个祈祷是超越了任何一个佛菩萨的这个祈祷的加持。那这个我刚才说了，不是本质上的差别，这是分工的原因这个并不是说莲花圣大师超过了释迦牟尼佛这个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佛菩萨的化现是就为了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工作，然后有观世音有文殊菩萨就是这样子的原因那我们要念这个莲花圣大师，祈祷莲花圣大师，这个非常重要。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讲莲花圣大师的修法那这个是无论是学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个瓜居派也好，这个萨迦派的也好，这都是没有问题，都念这个莲花圣大师然后呢，汉传佛教的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也是一样。实际上，这个莲花圣大师莲花圣大师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化身，直接的化身所以你们可以看莲花圣大师的唐卡的上面头顶呢，几乎每一个头顶上面都会画一个阿弥陀佛画一个阿弥陀佛，会画一个小的阿弥陀佛。这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莲花圣大师是这个阿弥陀佛的直接的化身那他是不是不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直接的化身呢？也不是这样子。这个是这个在法界当中在佛的这个清净的坛城当中呢，说阿弥陀佛跟说释迦牟尼佛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
前尊佛、现阶的一千尊佛啊，或者是更多的佛，都是在法界当中啊，都是一样的，法界当中都是一样的啊。度化众生的时候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啊，一壶这个茶水啊，到了这个十杯啊，这个茶杯的时候呢啊。当这些水茶水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都在这个茶壶里面的时候呢，是没有分别的啊，没有分别，都是一体的啊。倒出来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十个茶杯啊，那就是不一样。这是因为茶杯的啊原因啊，不是茶水本身的原因，本身上是没有什么差别，没有区别的。但是呢，因为不同的茶杯啊，不同的茶杯。所以就是有不同的区别，也就是说，所有的佛菩萨啊，本质上啊，都是这一壶茶水一样，它本质上是没有差别。但是呢，为了度化众生，然后呢，他们的显现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这样子理解，那平时年莲花生大师呀，七道莲花大师，这个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很多的我们的这些违愿啊，这些违愿逆境啊，都要用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修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啊，这是最好的方法。还有一个呢，我们这个修三根本的时候啊，三根本以后，我们这个外加行、无加行修完了以后呢。要修这个密宗的法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修这个三根本啊。那三根本当中的最主要的是上师啊，主要的是上师。那上师是什么？上师就是莲花生大师啊，莲花生大师。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能不能证悟啊？能不能这个获得这个成就啊？都要看。对这个上师的心性啊，上师是什么？上师莲花生大师啊，上师就是莲花生大师。我们平时给我们传法的呀、讲经的上师呢，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就包含在莲花生的这个坛城当中啊，但是主要是这个上师就是莲花生大师啊，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坛城修佛的坛城也好，修本尊也好。啊，这是这个时候非常重要。修本尊的时候也是先修这个上师瑜伽，然后再修这个本尊啊，这样子。所以这个上师瑜伽非常重要。那上师瑜伽当中修的上师啊，就是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我们每次观想的时候就观想莲花生大师，上师就观想为莲花生大师，这个非常啊快。这样子的话，这个成就是很快的。然后分炉金刚和寂静的金刚啊，这两个修法当中呢，我们修哪一个是最快呢？修分炉金刚是最快的啊，分炉金刚啊，但是因为分炉金刚啊，它很凶猛的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很多人就首先是不理解，不怎么喜欢啊，我们都比较喜欢这个寂静的这种慈祥的这个面孔啊，慈祥的面孔。不喜欢这个分炉的面孔，但是真的修起来的话呢，这个是这个分炉金刚是快速成就的啊。这个为什么呢？寂静的这个佛菩萨啊，他实际上分炉和这个寂静是没有什么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呢，分炉金刚呢啊，他是专门啊调伏。啊，各种各样的障碍魔障啊，本质寂静的这个佛菩萨呢，他不是这样子啊，本质上是没有，但是显现上有这样子的区别，所以修这个分炉本尊的话，那这个成就是非常快，因为他本身修的是分炉金刚，他这个修这个分炉金刚的人呢，对这样子的人在修行上的违愿是非常非常少的啊，非常少。因为本来这个是对付这个魔障障碍的啊，这个分炉金刚呢本来就是他对付魔障的，所以修这个的这个修行很快的。所以密法里面呢，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修观世音菩萨啊，但是呢
后期的时候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那就一定要这个观世音菩萨，然后转换为马头明王啊，马头明王来修啊。这个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子。前期是修这个基金，然后后期就是转换为这个密啊分路。为什么呢？啊，就是这是有特殊的需要，就是为了啊，为了遣除这些违愿啊，违愿是很多的。啊，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人为的和人为的违愿呐，归神的这个违愿呐等等，非常多的，这个很重要。所以实际上呢，这个分尊的这个分路和基金也是没有区别的，本质上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因为这分路的显现就是分路金刚是他要完成什么工作，就是要断除这些啊，断除这些障碍，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莲花生大师在当年啊，在这个这个藏传佛教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像这个菩提萨埵啊、堪布菩提萨埵等很多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菩萨成就者啊，就像佛一样的这个成就者来弘法的时候呢，这时候是没有办法这个弘扬啊，实在是不行的时候呢，然后他们认为这个激进的方法很难很难成功，然后必须要有像莲花生大师这样子的这个有能力的人的话，然后才能够把这个弘扬这个密法啊，弘扬密法，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的这个密法雷密啊，雷密这样子的这个深奥的东西，这么深奥的东西呢，就目前啊，佛教就在这个主要是在三个这个这个语言的体系当中，一个是巴利文啊，一个就是这个韩语，一个是藏语，这三个当中。那但是呢，这三个这个语言当中啊，就唯一的就是藏语上面，藏语里面才有这个无上密宗啊。韩传佛教里面有密宗，但是这个是唐密，唐密就是外密啊，还不是无上密宗啊，外密。它是介于这个密法啊，这密法跟仙宗之间一个这样子的法啊，那就是要弘扬一个这么样的非常深奥的这个密法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时候就是非常多的魔障来了以后，根本就没有办法弘扬。这时候呢，从印度邀请莲花生大师啊，莲花生大师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啊遣除违愿遣除了以后呢，然后把这个印度的最高圣的这个密法，然后就弘扬到这个藏区，到现在为止这个1300多年了啊，一直都在这个就一个这个传承观定全部都保留了啊，这个念现在念这个这个印度啊本土也没有了啊，这个印度本土当时的时候呢也是非常保密的，像大圆满这些非常保密的，后来这个阿底峡尊者来这个金藏的时候的这个侯鸿起的有些翻译家啊，藏族的这翻译家到了印度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基本上找不到这个这大圆满之类的这个梵文的大圆满，有些时候偶尔会看到一些这个有些这个印度的一些修行非常好的这些长老啊，这些他们的这些书里面，他们自己私人的这个收藏的书里面呢，偶尔会看得到一两张这种修法短短的衣柜，然后这些翻译家他们去闻啊，闻这个法的时候呢，这是他们闻的时候呢，他们这些印度的这些长老啊，也根本不告诉他们啊，这个我不知道，是我们的老上师收藏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其实他们在这个秘密的修，但是不公开。本来印度是一个不公开的这个，所以这个就不是很普遍的啊。然后后来呢，就是印度就有这个前后17次啊，17次的这个伊斯兰的啊侵略，然后完了以后呢，佛教整个不仅是密法呀，整个佛教都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打击，然后呢就都没有了。本来这个密法本身就是一个这么少数人才可以修到的，后来就全部更容易消失，更容易就消失就没有了。那后来呢，只有这个保留的，这全球只有在这个藏语的
啊，这个御宴当中才有无上密教。那么这个是莲花生大师的恩德。当年如果莲花生大师不在不进藏的话，那在藏传佛教里面呢，仙宗的这一部分是弘扬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呢，这个外密啊，就像汤密，这个弘扬也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无上密宗啊，弘扬就根本没有办法，他们也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以后呢，就堪布菩提萨埵他出主意，然后呢就让这个邀请莲花生大师这样子把这个佛法弘扬起来的，所以现在我们今天能看到大圆满啊，看到这些这个无上密宗的这个功德啊。是莲花生大师的功德，归功于莲花生大师。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莲花生大师，那么今天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就绝对不会有像大寿音呐、大圆满呐 这些部分是不可能有的啊。仙宗是肯定有的啊，除了意外就不会有的，这都是要归功于莲花生大师啊。那问莲花生大师为什么可以做这样子的这个事情？为什么迁出这些违愿呢？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就像金刚萨埵的功德一样，功能一样啊，就像这个地藏王菩萨啊，那这个观世音菩萨，然后就是这个文殊菩萨，他们每一个菩萨都有一个不同的这个与众不同的一个这个作用啊，一个功德啊，那功能啊。啊，就是莲花生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这个佛菩萨的一种特殊的这个化身啊。那我们现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要祈祷莲花生大师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魔法时代当中啊，修一个非常这么深奥的法，这是绝对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违缘的啊，违缘的外在的违缘，内在的秘密的是自己精神上的莫名其妙的这些邪恶的念头啊，都是这个，这些都叫做障碍啊。那平时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要祈祷莲花生大师啊，就出现一些，比如说有些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就出现这些恶的念头啊，或者是莫名其妙的这个修行上就受到了很大的这个阻碍这样子啊，这个时候呢。或者是有些时候呢，就莫名其妙的就心里很恐慌啊，很失落呀、不想活了，不想修行啊等等的时候，这都是一些这个障碍啊，这些都是障碍。那这些当然是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不能说全部都推到鬼神的头上，这个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是呢，有些是有些是鬼神的这个阻碍啊，有些是自己的业力啊，无论是什么样子也好，这都叫做障碍，都叫做障碍啊。那迁出障碍就是最好的是修莲花生大师的法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以后平时要多念佛多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咒啊，这样子以后呢，在我们的修心上就有很大的帮助啊，顺利的这个修这些法啊。比如说我们要闭关七天的话，那么也要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啊，要不然的话这个七天能不能完成也就不好说了啊，所以这些都是很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如说这个上个月我们也讲过修无家行的时候呢，当我们还没有修无家行之前，先在传统上这些上师们的做法是先没有修无家行之前先念十万遍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七句这个金刚祈祷文修一修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上师瑜伽。那为什么呢？这是以后的我们修无家行当中不要出现什么这个阻碍，顺顺利利的可以修完这个五个家行，就是为了这个都是这样子。做任何事情在这个之前包括做生意都是一样的，做任何事情在这个之前都祈祷一下莲花生大师，念莲花生大师，平时对莲花生大师发起非常强烈的这种心性这样子的话，这个各方面都是非常有帮助。所以就是说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些修行人在表面上就是就有些很多人都是没有什么文化没有文化，然后文化水平也不高
这个各方面都就不怎么样啊。但是呢，他们对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种信心是非常非常强很这个很大的信心，非常感动人的啊。就是因为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内在就是有东西啊，他们的精神当中才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什么呢？他表面上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六祖慧能大师他字也不识，没有文化啊，不识字，但是呢，证悟了啊。那很多修行人也是这样子啊，他没有文化，他什么很多东西根本就不懂，但是呢，有一个东西他懂啊，这是什么呢？他证悟了，开悟了。所以他因为开悟的时候呢，当我们开悟的时候呢，我们对上师的这种信心呢，就是就这千倍万倍的这个增长的啊。这个时候是这样子，当年那个这个米拉日巴的米拉日巴的这个弟子呀，他也问米拉日巴我什么时候应该去度化众生啊？什么时候是应该去度化众生呢？什么时候我成这个度化众生的条件比较成熟呢？然后米拉日巴就说：“你啊，什么时候把我当作真正的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度化众生的机缘成熟了啊。”意思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这个人啊，他的弟子开悟了啊，开悟了，证悟了啊。证悟的时候，当我们证悟的时候呢，我们立即就感觉到这个证悟就是来自于我的上师啊，没有我上师，我不可能证悟的啊。那我这个证悟呢，来自于上师，那这个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这个上师的恩德啊，那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到这个恩重如山啊，比跟平时不一样的感觉啊。这时候呢，我们就因为让我不但是走上解脱道，而且让我明心见性，让我顿悟啊，这一切都是我的这个上师啊，这个一切都是我的上师的这个原因啊，我就证悟了。那这样子的话，那佛如果释迦牟尼佛来啊给我传法的话，那除了我证悟以外还有什么呢？就没有什么啊。那这个上师给我做到了，那我上师就是佛一样的，他实际上也许是佛，也许不是佛，也许是个菩萨，也许菩萨也不是，这个不一定，但是呢，他给我完成了佛的工作啊，所以我把他当作佛啊。这个时候呢，就真正的把上师当作佛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度化众生啊。米拉日巴的意思也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以后修行也就是修这个量，这个我们的真悟啊，也是跟这个修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所以一起大家要修这个法非常重要啊。那我们怎么样修啊？修行的这个具体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修行的这个过程呢是什么样子？首先我们要观想啊，第一个观想。那我们今天这样的是梅鹏仁波切的一个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一个简单的这个修法啊。那首先我们把观想我们自己呢先不观想佛不观想菩萨，我们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啊，自己就不观想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圆满的前心普贤上师眼角当中呢，我们把自己也观想为金刚与揭摩深海空心摩等等，但这个时候不观想，我们现在就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不观想。然后我们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前面空中就观想莲花生大师观想莲花生什么样的莲花生大师呢？先观想莲花然后在莲花上面观想这个莲花生大师。莲花生为什么叫做莲花生呢？莲花生大师是从莲花当中这个显现出来的佛菩萨的一个化身，这样子显现出来。这个大家看看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传记就知道莲花生大师的传记现在已经翻译了这个汉文，这个翻译
有没有问题不好说，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去了解啊，大概的了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先了解一下莲花上大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啊佛菩萨。嗯，那就这个莲花上面呢观想一个莲花上大师。嗯，然后这个面前的空中啊，面前的空中观想一个湖泊啊，首先是这样子观想湖泊啊，面前空中啊，面前空中观想湖泊，那这个湖泊怎么可能在水啊，水怎么可能在空中呢？可能有这样子的啊，那我们如果不方便的话，其实这个观想怎么样观想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如果内心当中还是有一些困惑的话，那我们先观想一个比较我们的头顶啊，再观想一个再观想一个这个一个地方啊，然后呢这个中间有一个湖泊，这个湖中间呢就长出了一个莲花，然后呢在这个莲花上面再观想一个莲花圣大士。嗯，然后这个莲花圣大士呢，我们要观想为诸佛菩萨的这个总体啊，诸佛菩萨的总体就是说，莲花圣大士是所有的佛菩萨的代表啊，或者是说莲花圣大士当中啊，包含了所有佛菩萨的加持功德啊，这样子观想一个莲花圣大士。嗯，然后这莲花圣大士。观想的时候呢，我们啊，这个曾经也讲过很多次，观想啊都要用这个唐卡啊，就是我们去请一个莲花圣大士的唐卡啊，然后就开光，嗯，开光完了以后呢，这个放在前面啊，放在前面，然后我们自己就坐在这个莲花圣大师唐卡的前面，然后就这个两只眼睛看莲花圣大师的这个唐卡，嗯。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看这个唐卡的整体啊，整体看一下，然后这个整体看完了以后呢，然后就看局部啊，就脸上啊，左手啊，右手啊，左手啊，这个右腿啊，左腿啊，然后这些比较清楚的时候呢，然后再去看莲花圣大师的身上的这些衣服啊，还有这些这个装饰啊，都要去看清清楚楚的，观想为清清楚楚啊，这个所有的观想都是这样子，很多人都说观想不清楚，很多经常都说这个，我们就很早就给大家讲过，这个观想不清楚的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业障深重啊，什么其他的原因，不跟这些没有关系，是什么原因？就我们自己的方法没有对啊，方法没有对。观想是要有方法，就有这种方法就观想得很清楚的。那所有的观想的方法都是这种方法啊，我们初学者的观想的方法都是这种方法，就把唐卡放在前面啊，然后呢唐卡放在前面以后，我们自己坐在这个唐卡之前啊，然后就看，最好这个不要眨眼啊，不眨眼是不可能，但是尽量的少眨眼啊，尽量的不要这个眼球不要转动啊，然后就定在这个莲花圣大师的唐卡上面。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这样子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内心当中有些时候我们闭着眼睛的时候，也就在内心当中这个非常的清楚啊，我们在眼前啊，眼前很清楚，或者是心里很清楚，或者是在大脑里面脑海当中很清楚，怎么样说都可以，反正就是就睁开眼睛的时候一样的啊，非常非常的清楚。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要训练啊，这个训练有些时候是就看久了以后很清楚，但是呢就这个闭着眼睛的时候呢又立即啊就这个模糊了，变成模糊了啊。这时候呢要睁开眼睛再看，继续看啊，这个要花时间啊，要这个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啊，这样子以后呢，反正我们自己啊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这有些人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半个月都不一定的啊，反正我们自己认为现在已经是非常清楚，而且我现在闭着眼睛的时候也这个佛像不会模糊啊，还是很稳定啊，这个时候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观想成功了啊，这个时候观想成功了，观想的方法都是这样子，只要能用功的话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完全是没有问题，
念这个花华的时候啊，这个藏传佛教这个唐卡花唐卡的时候，有些非常这个专注的花夹啊，都是观想出来了。什么样的呢？他在这个唐卡上面呢，画一些金粉的这个非常非常细的啊细的这个图的时候呢，非常认真的就一整天都看这个，然后画啊画这个花，这样子他不是专门去观想，但是呢，这眼睛就看在一个地方画画，这个很啊就。比如说一整天他的这个眼睛看的地方可能最多也就这么一个区域，这个的半个一样，因为这里面的图像太多了啊，很细，所以他就不会看各其他地方，就看这个地方啊，所有的这些视力都在注意在这个的专注在这地方啊。然后下班了以后呢啊，下班以后回去洗脸的时候，一闭着眼睛的时候呢，然后刚才这个他画的所有东西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啊，而且他在那一个地方没有画的对啊，这个图像在那些地方间断了，这个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呢，他发现这地方有问题，回去一看，哦，真的这个唐卡的这个图像上就有问题了啊，就是这样。这个画画的人他不是专门观想的，他是很认真的去画啊，但是他不是故意还乡，但起到这个作用了啊！这个任何人都一样，谁这样子经常看一个东西，这看得很清楚的，这个是可以训练的啊！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啊，这样子就有自信了啊！念花唐卡的人，那、啊、他不是专门故意的去这个啊这个还乡，但是呢啊他的啊。就眼睛就是视觉就集中在一个地方，这样子就可能是有好几个小时或者是一整天都在就在这个上面，然后他都这样子观想出来了啊。那我们也是一样的道理，完全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没有按照这种方法，那观想是永远都不可能的啊，永远都不可能。这个我们的观想是要在视觉上面要达到这个效果啊，并不是在第六意识上面去想这个事情啊，这个是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的观想呢，在视觉上啊非常清楚啊，视觉就是五种感官的这个眼睛的啊视觉，这个上要先显啊，并不是心里想啊。我们如果没有看唐卡的话，那我自己心里想莲花上大师帽子什么样子，手里面有什么样的啊，左手什么样的，右手什么，这是在这个第六意识在这个想啊，这叫做想。这个想呢，再想也是想不出来的，这个不会很明显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永远都不可能达到这种啊非常清楚的这个啊效果。所以视觉啊，视觉上要达到观想的效果，所以要看，这个非常重要啊。那莲花上大师这个身体上的这些衣服啊，每一件衣服都有一个意思啊，然后这个莲花上大师的莲花帽啊，帽子啊，也有每一个它的颜色啊，这些这各方面都有一些这个内涵啊，但这些今天我们不需要讲，大概的要了解的，想了解的话，那大圆满的前心啊，蒲先生是眼角，这里面就也就简单的啊介绍了，我们可以去看看啊，莲花上大师为什么是这样子啊，这样子观想啊，这个观想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没有这种观想的方法，那我们是观想任何一个佛菩萨，再简单的也就是观想不出来的啊，这个很。如果这样子观想呢，再复杂的东西也是观想出来的啊，观想出来就是非常这个比如说一个佛的坛城当中啊，有一千尊佛啊，或者是几百尊佛啊，有几百尊佛，但是呢，就是一秒钟当中啊，几百尊佛都能够显现出来，都能够一下子啊都能够这个显现出来。这个比如说我们啊闭着眼睛一睁开眼睛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里面有啊500人的话，那一下子没不需要一个一个去看的，都就我们这个视觉当中范围当中的所有的人就一下子就看见了啊。一样的道理，这个佛菩萨的比如说1000尊佛啊，或者是
更多的佛也就是啊这个训练了以后呢瞬间就可以显现出来啊，这个叫做升起次第。然后观想莲花上大师啊，莲花上大师观想的方法啊，大家要记住，要一定要用这种方法。嗯，然后这个莲花上大师的啊周围在观想这个啊三根本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本尊啊，分炉的寂静的啊，还有空心啊，这些都空心母，这都是这观想在莲花上大师的这个周围啊。那么这个莲花上大师还有这个空心啊，空心母还有这个本尊，每一尊佛啊都是非常的这个有智慧，非常的慈悲的啊，观想一个这样子非常慈悲的啊，就非常慈悲的啊，就是垂念我们或者是看着我们啊，这样子的观想啊。然后在这个观想啊，这一部分是观想的阶段，这个第一个阶段，这个有三个，这个整个修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观想的阶段。嗯，然后观想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在莲花上大师的这个前面向莲花上大师啊祈祷，向莲花上大师祈祷，祈祷的这个词呢啊，就是用金刚啊七句祈祷文啊，金刚七句祈祷文，用念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啊特殊的这个祈祷文。莲花上大师的这个修法当中也说了，任何一个人啊，以非常虔诚的心用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来祈祷莲花上大师的话，那么莲花上大师一定啊就降临到这个人的前面啊，加持啊，遣除违缘啊。这个我们要相信这一点，为什么啊？佛菩萨他是这么长的时间当中，这个成千上万的啊，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啊，这个成千上万年啊。或者是三个无数个这个大劫啊，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一样的庞大的数字。那这当中呢，修这么长的时间，这个修心他们在修什么呢？啊，一方面是智慧，一方面是这个方便。方便是什么？方便就是佛的愿力啊。发什么愿呢？一直都在从头到尾都在发愿啊。当这个有众生祈祷我的时候啊，或者是众生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呢，啊，愿我能够啊，这个时候呢，就这个能够加持这个人，能够牵出他的违缘，能够帮助这个人，能够牵出这个人的啊，解决这个人的困难、痛苦等等。佛一直都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样子这个发愿这么长时间，还有就是就为了实现这个愿啊，为了实现这个愿。就造了这么多的福报啊，积累了这么多的福报功德，嗯，那现在这些功德都圆满了以后呢，那佛就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祈祷的时候呢，佛啊，然后呢，就是佛的加持啊，佛的这个能力，我们一定每一个人一定会啊，一定会这个会感受到的啊。这是佛菩萨的这个啊一种啊这个加持一种力量。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不祈祷的话啊，那是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加持也是很有限的啊。当然我们比如说要解脱呀，要真正想解脱这些大问题呢，那我们祈祷佛菩萨也不是，还是自己要去修，要修。但是呢，在修行当中的遣除违缘呢等等，是我们这样子这个祈祷佛菩萨也是有这个加持的。嗯，这是第二个阶段啊，然后呢，我们就发出一个从骨子里、从内发心啊，从这个从内心深处发起啊，一个非常强烈啊、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啊，对莲花上大师的这种信心啊，然后以这个信心去祈祷啊，祈祷的这个文字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七句祈祷文。然后这是还有呢，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要做这个啊七支功啊，这个七支功啊，七支功，这个念诵的时候呢，这个莲花上大师这个梅芳仁波切的衣柜啊，衣柜还没有啊翻译，还没有翻译啊，所以这个我们平时还没有办法用啊。那
我们这个时候呢，先暂时就用这个莲花上大这个，麦胖仁波切的这个，开仙接头岛啊，开仙接头岛当中呢有一个这个修法啊，暂时我们可以用这种修法，用这种修法去念这个的话，那也是一样的，这个基本上也是一样，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以后把这个仪轨这个翻译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仪轨，但是目前还没有翻译，目前这个还没有翻译，所以我们暂时可以用这个开仙接头岛里面的这个祈祷文啊，先第一个就是向这个莲花上大师啊磕头顶礼，然后顶礼的这些方法呢啊，这些我们今天就不需要讲很多，这个这个普贤上师演教啊里面啊讲得很清楚了，还有这个慧灯之光的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当中呢啊也讲过了，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也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啊，然后呢第二啊，然后供养啊自己的身体，所有的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些善根啊都啊供养为这个莲花生大师，这是第二啊。然后呢第三就是这个忏悔啊，向莲花生大师忏悔我们从无始以来所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罪业啊，这是第三。然后第四呢就是随喜莲花圣大师的这个无量的度化众生的这个功德啊，这个随喜啊，这是第四。然后第五啊，我们向莲花圣大师祈祷啊转法轮然后啊就祈祷莲花圣大师啊长久住世，然后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啊永远啊度化无量的这个众生啊，这是这个第六。然后呢第七啊，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些功德全部都回向啊，全部都回向这个所有的众生啊，这七个就是七支功啊，这七个都是七支功啊，做一个这个七支功啊念诵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然后这个七支功做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啊这个祈祷莲花生大师啊，祈祷莲花生大师啊，祈请莲花生大师能够遣除我的啊这个修心上的所有的这些障碍啊等等。然后呢如果有什么特殊的这个祈请的话，比如说本来就是我们遇到啊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什么特殊的这个障碍，然后是修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特殊的这个障碍啊是什么障碍，那这个就是在这个时候祈请莲花生大师能够遣除这个障碍啊，比如说外在的障碍也好，内在的障碍也好啊，祈请莲花生大师能够啊这个能莲花生大师能够啊这个啊遣除这个微愿啊，然后这样子啊与强烈的信心一直都念诵啊一方，有些时候呢我们念诵这个七支功啊，专注这个七支功的这些内容啊，有些时候呢就这个以强烈的这个信心发起这个信心啊，祈请莲花生大师这个遣除，比如说自己有什么特殊的这个障碍，就遣除这个障碍啊，这样子念莲花生大师的这个金刚祈祷文然后呢念金刚七经文，然后这个念了一段时间啊，这个念多少都可以，金刚七经文祈祷这个七句七经文呢我们念多少都可以啊，这个根据自己的时间，然后这个念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就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心咒，我们阿红班子格尔巴马斯隆，念莲花生大师的心咒，这样子以后这样子以后呢，最后然后就莲花生大师化光融入自心等等，这是一种修法啊。
另外一种呢，还有一个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时候呢，还有一种修法啊，还有一种修法时候呢，尤其是我们可以这样子修啊，莲花生大师，我们刚才已经观想在自己的头顶了啊，那我们刚才的这个前面的这些修法都是一样的，这个七支功啊、七道啊都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很强烈的这个信心啊，祈祷莲花生大师，然后这个时候呢啊，就像我们修金刚萨埵的时候啊，我们祈祷金刚萨埵的时候，这个百字铭呢，每一个字上面地甘露啊，然后这个甘露冲洗我们的这个过去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罪业啊。金刚萨埵修法里面有无加性的金刚萨埵修法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修法，大家都记得啊。那就是像这种修法啊，跟这种修法一样的，那个时候我们啊就把这个莲花生大师观想在上面，然后祈祷的时候呢，然后莲花生大师身上啊，莲花生大师的身上和心间啊，就地甘露啊，地主甘露啊，这个甘露啊就进入啊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们自己的这个啊，从无始以来所造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啊，这个障碍啊，所造的这个罪业啊，还有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外在的、内在的各种各样的这些障碍啊，这些障碍都变成这个像金刚萨埵修法的时候一样，变成黑色的这个液体啊，很肮脏的液体，然后全部排出去，然后全部排出去，然后这个排出去了以后，有一个金刚萨埵时候不一样什么呢？最后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我们刚才一直都把自己观想为一个不清净的现在这个身体了，那么这个身体也就是以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甘露，把这个身体也就我们的这个身体也就融化了啊，融化就是变成液体啊，把自己也就是。就像冰啊融化为水一样，这个我自己的身体也就融化成液体，然后这些液体刚才我们啊这个无始以来塑造的这些冰桶障碍罪业的这个障碍这个液体，还有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变成了这个液体，这所有的这些液体啊都是这个就流入地下，然后呢就在地下在观想缘情在住啊，然后就是流入这个缘情在住的手里，然后我们观想啊，以这个来还缘情在住的这个债，然后他们的心里也就是发起观想，他们的缘情在住的心里也生起了这个菩提心啊等等，然后就是这样子的观想啊，然后这个观想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观想啊。这观想完了以后，刚才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的身体都已经是融化了，已经没有了啊，已经没有了啊。那现在呢，然后再重新把自己的身体就观想一个佛的身体啊，这个佛的身体观想谁？那一尊佛呢？都是一样，自己对那一尊佛最有信心啊，或者是我们平时最喜欢那一尊佛，比如说很喜欢这个观世音菩萨，经常都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啊，念这个大悲咒啊，这样子的人啊，那这个时候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就观想为观世音菩萨啊，观想为观世音菩萨，然后身体观想为这个观世音菩萨啊，或者是平时我们很喜欢这个文殊菩萨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自己的身体啊观想为文殊菩萨啊，这个我们之前是刚才我们讲的啊，首先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甘露。把我们融化了啊，融化了，我们的这个身体不清净的身体就没有了啊，然后没有了以后呢啊，这个重新再观想一个佛的啊这个身体，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我们昨天讲这个密法的一部分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
也讲过了。这个是刚才这个什么意思呢？莲花上大师的这个甘露把我们融化了，然后这个身体没有了，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比如说修仙种的时候从这个一开始进入佛门发菩提心，一直到这个八地之间修很长时间然后八地的时候就八地的时候呢，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不清净的外在的、内在的这些所有不清净的现象这个时候呢，就像融化了一样，就已经不存在，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呢，那我们的身体变成什么样子呢？就变成了这个佛菩萨清净的这个身体就是这个我们，这是仙宗里面呢，就修了很长时间以后，它自然就变成这样子了自然而然达到这个效果。那我们现在这个修法呢，就不是等到这个八地现在就开始修这个是一个对应的修法，现在就开始修。莲花上大师的这个甘露融入自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获得莲花上大师的加持。这个意思。那我这个自己的身体融化，这是什么意思呢？把我们的不清净的东西不清净的这些无明贪嗔痴全部这个融化消失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个完了以后，我们自己就是观想一个佛的身体，这是什么意思呢？八地以上呢，我们的身体就是佛菩萨身体一样清净，就像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身体一样，变成清净的这个身体，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密法里面呢，它一直都在这样子，现在就在已经在修仙宗里面呢，它不会这样子修的。到了八地的时候呢，时间因为时间很久，所以它不修，慢慢也就达到这个效果了那密法里面呢，现在就是修，有对应的这种修法有相应的修法。这时候把自己的这个这个身体就观向一个佛然后观向完了以后呢，那这个时候呢，莲花上大师还在头顶莲花上大师和这个莲花上大师佛父佛母都要观想，我们平时都要观想这个双身的这个莲花上大师，刚才也是这样子。然后那莲花这个时候呢，我们把上头顶的这个莲花上大师佛父和这个佛母双身的莲花上大师，然后这个时候呢从我们的头顶进入我们的身体然后我们的这个心间观像一个八般的这个莲花八般的莲花，那就头顶的莲花上大师下来，就住在这个我们心间的这个八般的莲花上面。莲花上大师融入了以后我们再观像莲花上大师跟我们的这个心变成无二无别无二无别，就刚才是从头顶的莲花上大师下来坐在这个心间的八般莲花上的时候，然后观想我的这个心跟莲花上大师就变成了这个无二无别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变成无二无别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专注在这个空心的境界当中安住在空心的境界当中然后这样子就这个是一个修法那这是这前面的修法都是一样的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修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修法这个是大圆满的前心普现上师言教当中的这修法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然后呢，我们刚才这种修法呢刚才前面讲的这个修法念莲花上大师的这个心轴然后最后然后呢，莲花上大师的这个身体从这个眉间发出一个白色的光融入我们自己的眉间然后喉间就发出一个红色的光，这个融入我们自己的这个喉间，然后心间发出一个这个蓝色的光这个融入到我们自己的心间这意思就是说，这三个光是代表象征莲花上大师的身口意的
加持啊，荣辱我们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获得这个加持啊，然后荣辱了以后呢，我们再观想啊，因为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三中光荣辱我们的这个三处的时候，我们在观想我们的这个身口意的所有的这些障碍，所有的这个罪业啊，都能够得到清净，都能够得到清净啊，观想这样子，然后把自己的身体也就观想为啊，这自己的身体也就观想为莲花生大师的这个身口意，刚才的这修法跟这个是两个修法啊，刚才我们穿插了一个修法，那这个刚才穿插的这个修法呢，现在已经不再是莲花生大师了，就已经都花光了啊，那这个是我们是另外一个刚修法，前部分的这修法都是一样的，完全是一样，念这个七句七道文啊，还有这个念莲花生大师的心咒啊，这都是一样的，这后半部分的这个修法就变成两种修法，这个我们怎么样修都可以啊，后半部分的这修法都怎么样修都可以，前部分都是一样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啊，可以这么说，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观想，第二个阶段就祈祷和这个念这个祈祷文，还有念心咒啊，那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完全是一个，只有一个修法啊，就是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那在第三个阶段就有两种修法，一个是刚才就地甘露这个修法刚才讲的啊，另外一个修法呢就是这个修法啊，身口意发光，然后就融入我们自己的身体啊，身口意三处，然后最后呢莲花生大师啊也光啊也就花光啊，莲花生大师也花光，红啊，红白色的啊，白里透红这样子的光，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光的明点啊，然后这个光的明点的中间就观像一个红字，嗡啊红的红啊，红是代表莲花生大师的智慧或者是莲花生大师的形，这个明点啊，明点的光的圆圈，光的圆圈的中间就观像一个这个十字，观像一个这个红字啊，红字，然后红这个就融入从自己的头顶融入啊心口，然后融入到心口的时候，然后我们观想啊我们自己的心与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啊变成无二无别，无二无别，最后啊就在这个法界当中消失，然后变成了无二无别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心静下来啊，静下来就是如果证悟了空心的话，那就安住在这个空心的境界当中静下来，那如果还没有证悟空心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虽然没有办法证这个进入空心的状态，但是呢心里不想任何事情啊，心平静下来，实际上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这种阿赖耶识的这个状态，但是呢啊，这个时候因为没有办法证悟空心呢，进入空心没有办法，这个还没有证悟，那这个时候只能啊就什么也不想啊，就是在这个非常平静啊非常安静的这个状态当中停留一段时间啊，那最后要停留一段时间，这个是刚才那个我们第二讲的这个修法也是一样的，比如说莲花生大师从头顶下来了坐在这个心间的八瓣莲花上，然后呢自己的心跟莲师的心一体，然后最后还是要专注法界当中，或者是没有证悟空心，那就什么也不像啊，这样子听一下也可以的。这个完了以后就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修法修心呢就修心就结束了啊，这个修完了啊，那这然后就回向啊，然后回向啊，这样子就可以起坐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修法啊，那莲花生大师的修法呢，我们在这个大圆满的前行，那普贤上是眼角里面有讲过了，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讲的这个单独的这个修法都不怎么讲的啊，
那今天我们就是专门讲一下这个莲花上大师修法，这个非常重要，希望大家以后好好修。Sonum de yi tanja zubanya doni ni pi jana banshi Jirga na jiva mong jepa Chibin zho lin zho wa dhu wa shu Om ahum banzirangar pamasadahum Om ahum banzirangar pamasadahumOm Aum Bandrungur Bama Sadhana